行了啊，安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妮维雅男士冷静脱口秀专场，我是周奇墨。最近大家应该也收到一点风声啊，我前段时间呢的确是遇到了一些忧虑，所以在网上进行了求助。就那段时间呢，我因为脸部出油啊，特别是这儿啊 T 区出油，十分焦虑。那会儿但凡手往脸上一抹，掌心就会出现七个字，周奇墨到此一游。后来我发现啊，原来不止我自己有这样的上场忧虑，大家都一样。你们的忧虑故事终于让我写出了段子，加上他给我撑脸面，让我今天可以冷静上场，不至于丢大王的脸。所以为了感谢大家，也为了延续大王的荣耀，我决定今天以连线的形式帮大家解决忧虑问题，拿下冷静大王的称号啊！毕竟除了你们啊，我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？有比赛才会有大王产生啊！所以今天为了拿更多大王啊，不是，为了更好的帮粉丝解决忧虑问题，我也邀请了一位我从未打败过的脱口秀演员，一起帮助大家。他也有脸部出油的困扰，他去夜店蹦迪呀、啊。灯打在脸上，像反光的灯球，每次都是动词大词动词大词，你好，走开，动词大词动词大词，很识趣，脚底一抹油就走了。这下子大家都知道谁要上台了吧？那就有请这位不战就不会输的朋友张博洋。